都有谈到，尧舜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为人民，所以赶来的他的人民啊，也效仿学习他。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他是羞耻自己的，不能像尧舜这样的德行。所以《大学》里面告诉我们，一家人一国新人，就是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这些领导者特别务实，至诚呢感动老百姓呢，佩服他，效法他，学习他。一家让一国兴让，我们看周文王他的伯伯们把天下让给他的父亲，让给他的自己的弟弟王姬，那老百姓感受到的是他们的领导者连天下都能让，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让？所以上行下效，所以天下为公。所以在《说岳》里面呢，有提到大禹在治天下，碰到了有人犯错，判刑。押解去服刑，这个禹看到了，赶紧下车询问，他们是犯了什么罪？了解之后啊，这个禹帝就很惭愧，他就说到了尧舜那个时候，老百姓都是效法他们，以尧舜之心呢为自己的存心，那禹就反思。好像他现在这里的天下，老百姓是以自己的私心为心的，所以那个时候的领导者们都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不好，他都反思是自己没有带好的图。我们今天。在各个行业当领导者，都能有这样的心境来反思自己，那这一份诚信也能带动一个团体，都能反省自己，都能为团体着想。所以这个大禹就讲到说，百姓有罪在于一人，老百姓没有教好啊，是我没有做好的榜样。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是这一些处事啊，尤其当领导者的精神是不会变的。能够时时反求诸己，必得人民的佩服。而这个天下为公，那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好的日子？那他得要办政治，把各个工作、国家的各种重要的建设都能贴展好。所以那个时候的天子，他很重要的，他要举拔贤人之才。大家。在读这篇文章啊，它是治天下哦，治天下跟治企业、跟治家庭家族那些道理啊，都是相通的哦。不是说治天下归治天下，治企业归治企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圣贤的教诲是大小圆融。不要边学边自主嘛，这个是皇帝的事，不干我的事，这是领
说，一个人要节俭，一个家要节俭，啊，要勤俭。请问一个国家要不要勤俭？对吗？所以道理一定是小大同原著都是。还是明白这个道理了，人家自家，你可以把自家的方法拿去做企业，治天下的方法你也懂得去运用，这叫举一，懂得分散了，懂得活学活用了。那他要把天下治理好，他得要有很多重要的大志，负责农业，负责教育，负责土木，负责刑罚，很多重要的职位都要有人去带好的头。而举选贤举能，把有德行有才干的人推荐出来，他自己有德，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这句话大家没听过吗？有，你们的表情好像没听过呢，我还我想说是不是要写一下。你们听的都录定了，我很难判断啊。所以这个天地万物之间呢，它都是相招感，善心感善报，恶心感恶报，谦虚的心就感正直的朋友，这个玩乐的心就感酒肉朋友来。所以一个有德之人，他就能赶来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为国家服务。所以在《论语》里面呢，就有彰显这一个全贤举能的重要性。孔子给他的学生讲，办政治举子错足，就是举荐真诚正直的人，把一些小人赶紧的让他离开，这样整个朝廷啊才是善的一个风气。所以《论语》里面就讲到了，汤有天下，商汤，商朝的始祖啊，商朝主第一个皇帝，第一个天子，皇帝是秦始皇之后是皇帝啊，啊，对不起啊，汤王有天下，举一尹，这是宰相，他非常有德行。一举一赢了，所有那一些巴结谄媚的人统统赶快跑，他们知道混不下去了。啊，有智慧有德能的来说，哇，一赢出来了，我们一定要一起去为国家服务。所以他举一个贤德之人，赶来的是无数的志同道合的贤人。
本来都是发愿的，要做善事。那个时候他是发愿一万桩善事。那时候他是县太爷，他的太太是县太爷的夫人，出去外面呢都有人接待，所以可能也怕给人添麻烦，就不怎么出去了。所以他太太就皱眉头了。以前还没有住在衙门里面，县太爷的府邸啊，常常还可以出去做做善事。现在每天都在房子里啊，要做善很不容易了。哎，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万善给圆满？太太还蛮担心的哦。善心哦，马上有感应。当天晚上就有天神给袁了凡先生讲了，说你减田税，减税租啊，当地万民都是你的，所以你的万善已经圆满了。所以从这一个了凡先生亲身的体验，我们就知道当官就有一个可以服务人民的机会了。而我们今天假如是一个企业家，一个团体的领导者，底下的同仁成千或者上万，我们能引领他们都学习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他的家风越来越好，那是造福我们同仁世世代代的子孙，那这个功德就很大了。所以事实上人心量越大，这一生就能做更大的利民的贡献。好，所以这里是选贤举人，找到这些重要的大臣，把事情办好，讲心修，这个当然一定啊会很强调伦理道德的教化。在古代，读书人懂道理，不识字的人也懂道理，因为很多文艺表演都是忠孝节义，可能在庙口啊都能看到这一些表演。哎，从小就知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做人的标准，所以讲心修。而这个心呢，包含心思，人言为心，人讲出来的话呢就要有信用，讲出来没信用啊，那就不叫人讲的话了。所以人讲谎话呢就是不想当人，糟蹋这个当人的身份。所以修行呢要从不妄语开始，不讲谎。而这个心思，第一个呢，它是要对得起良心；第二呢，时时提醒自己言行一致；我们看第一个，对得起良心，实在不欺骗别人，首先不欺骗自己的良心。我们现在对信用啊，好像觉得社会信用，我都没有做违背信用的事情，那个只是做给人看的，跟古
待的标准不同，做给人看的，但内心里面有没有真正是真心的，这就很难说了。我们去思考一下，君子啊是对得起良心的，小人是专门做表面给人看的。我们假如不从良心去学，学一学，我们也可能是变成小人。有人在的时候做得很好，没人在就做不好。我们看很多大的企业，它是被几个主管给搞垮的。好像我们看那个美国的安荣集团，全美国都排在前几名的大的企业，结果倒下来了就两三个，什么 CEO 执行长，什么财务长，两三个人就把他给搞垮了。但是我们注意哦，这一些高级主管哦，请问他的信用指数有没有曾经被讲信用过？没有，一样都没有。而且他还是哈佛啊、名大学毕业的。但是很奇怪，他假如真正守信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失信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失信了？那可能是他觉得这一次信用可以卖出去了，卖出去我这一辈子就不愁吃穿了，他可以卖哦。这跟我们中华民族那种守信的态度是不一样。他守信是为了我在社会好做事哦，还是有个自私自利在维护好他的信用？可是等这个利益已经大过于他觉得可以卖掉这个信用，可能就出状况了。可是我们几千年的精神是，纵使死都不愿意做出违背道德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好像都一样是守信嘛，但是你细细去看那个存心啊，我们老祖宗的修养是让我们佩服的。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对得起良心呢，就让我们想起季札挂件，春秋的一位圣贤，他要到这个鲁国去办事情，经过徐国，看到徐国国君，他们聊得很开心的，一起探讨学问。结果那个徐国国君看着他身上的佩剑，很喜欢。古代的人很敏锐啊，看人家的眼睛就知道人家的意思。可是呢，因为他是外交官。佩剑是身份，得要把这件事办完了才方便送给他，所以他在心里面起了一个念头，回来的路上我赶紧把这把剑送给徐国国君。结果等到他出使完回来，徐国国君已经去世了，他到他的坟前祭祀，祭祀完就把这个剑在坟旁的树上，结果他的仆人就很吃惊了。他说：“主人啊，你又没有说过，连话都没有说过要给他。纵使你说过了，他也已经死了。”我们去感受一下，人有时候很习惯哦。去给自己找很多合理的借口，但是季札说到了，死无以心许之，我的心已经答应要给他了，怎么可以因死而违背了我当初的承诺呢？古代人
叽喳的精神。我们曾经对我们的亲朋好友许过的承诺，我们终身要齐心尽力去做，这样才知道啊，什么叫抚养无愧的痛快，无愧于亲人，无愧于天地。所以，这已经走上婚姻的人，就时时想到当时候对另外一半的幸福；已经有孩子的人，时时想到孩子降临在我们家，我们当下看到孩子，自自然然提起的那一份父爱母爱的承诺，终身不忘啊！以至于我们对父母的承诺，那一份孝心，再难我们都要尽心尽力的去实践去完成，这是对得起良心。再来讲出来的话一定要做到言行一致。所以为什么说啊，以前的人很实在，我们又常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以我们要体会古人那种修养存心。在《论语》里面讲到，古者言之不出，他们讲话不讲大话，很谨慎，生怕讲了以后自己做不到，这样他们会觉得非常惭愧，耻自己人不能够做到，甚至于他们是做到了才去说。所以师长老人家说，做到再说是圣人，说了以后能做到是贤人，说了以后做不到啊，是骗人，骗人就没有信用了。所以从师父这一段话呢，在对照经典里面讲到我们古人的存心，言行一致啊，不欺，不知欺啊，也不欺人。论语里又讲到，论语有好几句啊，都在诠释心行啊，言行一致，心行一致。论语里面有这么多句啊，显然敬德修业啊，这个态度是一个关键。为什么呢？人讲得多，自己的心境跟不上了，就好为人师了，就错误自己的境界了。因为有时候讲得好啊，做得不够了，别人还赞叹，哇，真了不起！赞叹久了，我们还以为自己真的这么厉害了。好，所以君子持其言。言过其行，言过其实的时候，都会感到惭愧。这是我们看的心思、信用，所有的承诺要去做到，信仰。他人生的志向，人生的方向目标，这个都在讲心当中啊。因为心跟意啊相应，心意相应，所以意对家有道义，对社会民主有道义，这都成为他人生的一个信仰，他要去达到这样的目标。讲信的时候，人就很有使命感。
朽木，互相啊平等对待，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所以那个时候的人，世上也有墨宝，也是跟那个时候的社会情况是相应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是像这样的心。而人与人互相尊重，也是透过啊明理啊，知道啊每一个人都有明德，不会傲慢啊瞧不起人。人与人啊都有明德，都有本善，心啊才能平等对待。而我们都坚信啊每一个人有本善，当看到人家作恶，那是因为他佛不教先来欺人，所以变成什么呢？不忍心他堕落。那这个时候就是互相关怀，互相帮助，怎么样帮助那个人改过迁善，那不忍心人家造恶，他心就提起来了。所以这个人之所性本善摆在第一位，相信自己啊，也相信别人。相信自己了，就不糟蹋自己；相信别人，就不跟人对立，就不怀疑他人，就会啊协助他。所以经典前面几句啊，都是彰显的人生的真相。我们能把这些道理融在自己的心田里，待人就平和慈悲了。好，这是朽木。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我们老祖宗的教育啊，就是从父子有亲来教导孩子。为什么几千年来这么多人接受古圣先贤教诲，道德学问啊都很有成就？因为老祖宗的教育啊，它是顺着天性的教育，接触的人都能接受。我们曾经啊有参与的学员讲到，说奇怪了，这个传统文化五天的课程，有一些人是很傲慢的，抬着头进来的，奇怪了，怎么五天以后是低鞠躬走出去的？他们很惊讶，想说，哦，这个里面是不是专门在给人家洗脑的？其实他们误会了，老祖宗啊，通达人心，知道人本有的孝心，本有的善心，很自然的把它唤醒。所谓百善孝为先，孝心开了，这百善就开。而且呢，孩子一出生就是看着父，接触最多的也是父，就让这个父子有亲的天性终身保持。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第一个目标，好让一个人的跟父母的亲爱终身保持。好，大家去想象一下，一个六十几岁的人看到他八十几岁的父母，然后叫妈的那个表情神态跟那个三岁的孩子跑过去抱他爸爸妈妈一样，你看这个六十几岁的人信不信？
配合一下，感受一下，再去想一想那个老来子啊，70多岁啊，在那里逗他父母开心呢、啊，那是天性嘛，一生都保持心里面一点这个心。心里面还有父母的不是、哦、他再有钱再有地位、啊、他已经跟幸福快乐绝缘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青少年很忤逆他的父母，一些成人看得很生气，这些孩子怎么可以这样对父母呢？没错啊，他做的是不对的行为，可是我们去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孩子也曾经1岁2岁的时候，父母打他，他更往父母的怀里钻，这是他的天性。可是这个天性为什么经过10几年之后是忤逆父母呢？谁教他的？没给他好的教育。而一个人从天性变成忤逆父母，请问他的心要扭曲多少次？他也很可怜嘞。一个人连父母都不爱了，连父母都恨的时候，这个人是苦的不能再苦了。哦，你看老天爷都在配合，是不是？感觉到他们苦了没有？你不能跟他对立，不能责怪他，你感觉到他的苦了，可能你一句话就把他那个坚硬的心给化开了。他也不想这样啊，慢慢的把孝道的道理引导他，把他那些错误的思想能够放下来。好，所以这个教育的功能呢，父子有情的天性终身保持，然后呢，再把这一份天性的情爱延伸到对兄弟姐妹、对自己的家族，再对邻里乡党、对社会大众，以至于对不同的种族、宗教的。大家注意，中华民族很可贵，不同的宗教到了我们的这一片神州大地都很综合，甚至以后还给他们发扬光大。我们看佛教是印度发源的，结果到了我们这一片土地还更加的璀璨，更加的发扬，包含回教到了我们这一片土地，经过传统文化融合，特别温和，而且又透过郑和啊传到东南亚来啊，所以爪哇岛那是郑和传过去的回教，很好啊。苏门答腊是中东传过去的，就比较凶啊，他们那个源头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很可贵啊，很包容啊，兼容并蓄啊，然后可以去成就每一个种族、每一个宗教。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是56个民族融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个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对的，所以为什么他们比较说强调要靠我们中华文化去弘扬？他了解我们这个民族啊，这文化的特质，还有他那种几千年来啊带领着这么多人口的国
家都能长治久安的学问，他懂得。所以这个时代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弘扬正和的精神，还有中华文化的修养，走到哪里不止不侵害别人，还利益当地。我们看现在印尼啊，有一个城市叫三宝楼，经过了600年了，都还记得郑和那个时候的恩德，可见的感人至深啊！我们看列强强盛起来，有了武力啊。郑和那个时候那个军队是20000多人的军队啊，那个船比那个哥伦布还要大很多。都没有去伤害人，都是去成就他们，把技术给他们。所以假如这个精神再弘扬开来，那就是世界的福气了。所以呢，全世界的华人是几亿人啊，想对了一件事，做对了一件事，世界就有救了。这十几亿人想错了事啊，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就要遭殃了。所以诸位学长，我们作为华夏恶女很难得，你做得好，十几亿人都沾光，是不是？人家看你做好是 Chinese， 这个叫这个光荣自己的民族。可是你假如做错事哦，在机场大吼大叫，那你一个人呢，就侮辱了十几亿人。人家说：“你看，你看，这么没修养，全溺死。”这我们就是德有伤，贻亲羞，把所有中华民族的人统统都拉下水哦，这个叫造孽深重哦。所以大家一举一动要注意哦。这个激光脸的容易哦，造孽也很容易哦。好，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文化是把这个天性孝性终身保持，然后再把它延伸到对一切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孝是做人的根，这个体中心，对长辈、对兄弟、对整个家族，一个人还没出家庭以前，他就在扎他的出世待人接物的根本。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礼义廉耻。给大家尽量写繁体字，因为大家以后要深入四库全书，那个都是繁体字，大家先做好准备啊、哦，很重要哦。我们这一代能深入了，下一代才能接下去。这一代都看不懂了，下一代就完了。在马来西亚，很多的下一代很有福气哦，读古圣先贤的经典，很多读了快10年。这个是很好的基础，这个基本上是这几百年来好像有没有那个小朋友读经读10年，有没有？有了，我、哦、是断这30年、哦、这一两代断掉了，好像我们沈墨与沈老他们都有读了、哦、所以这一代快断了，要赶快把它接进来了，刚好有基础，大家以前呢辛勤的耕耘啊，这些孩子都很有基础的。我们好好把这个文言文学好，大家回去啊，跟这些孩子都可以上这个文言文的课，他们就有能力啊，去深入经藏啊。礼义廉耻是人生的质感，仁爱和平
尊敬长辈兄弟姐妹敬长提重心，出社会了呢，他懂得侍奉领导，侍奉国家，侍奉单位的重心，事君礼义廉耻，最后呢他懂得爱护众人。所以整个这个人格的建立发挥也是顺着他整个一个人人生从家到社会的自然轨迹。而《凌云大壮篇》里面举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他针对的是因为呢亲爱自己的父母，这个是人之始也，人爱心的起源点，推广开来，不只对自己的父母好，是诸父母，诸是父母，这个就是发扬光大人之光明。而子其子，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自己的孩子也是很自然天性的发挥出来。这是孩子来了，我们有一份道义，要把孩子教育好、养育好，这是人的道义性的很自然的开始。而能够呢推及到是所有的孩子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这个算是义啊，在不断的继续广大一直在。但是呢它都是建立在这个仁义的源头，就是孝养自己的父母，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所以基础还在亲其亲，子其子，延伸开来，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我们从这里啊来看呢，一个人在家庭当中所形成的这些德行，它是一个人做人的根基所在。我们看今天他对父母，当然有父父啊，而后有父子，而后有兄弟，而我们看这个父子关系啊，他到了团体去。以前在古代，皇帝啊叫君父，他也是把孝心自然的转变成一个中心，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于君，所以现在叫君父。还不止对父母、父亲这种孝道，他到学校去读书，老师叫什么师父，同学叫什么师兄师。所以那种孝悌再延伸出去啊，就是忠啊，就是对人的友爱啊。所以为什么林则徐先生说，父母不孝，奉神无义；兄弟不和，交友无益。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啊。孝悌扎好了，自然对人就有忠心跟爱心。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呢，其实家庭教育是根的，所以他兄弟延伸出来，对同学、对朋友都懂得有爱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孝是根呢，根是人生哦，百善孝为先呢，孝先开，百善皆开。我
们看其他的这些德行，其实也是从小流露出来。大家想，屁呀、啊！有爱兄弟姐妹，弟子会说：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有在中。好，忠心。一个人对父母都不忠诚，他怎么对别人忠诚？所以朱子孝说：亲疏厚，礼为君。一个人那种忠诚就从这里出来了。大家有没有想起哪一个故事？子路父米啊，哇，你看煮了白米啊，那个这么重的米啊，他有没有觉得累？你们没看过哦，体会体会他的心情，他都没想累呀、啊，他就不累呀、啊，他就想着父母吃到这个米那种高兴呢、啊，他就想着这些、啊。所以诸位学长们，累从哪里来的？大家注意去感受感受，我们父母那一代啊，当妈妈比较辛苦，还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啊？这一代哦，讲话要凭良心哦。上一代人生五个，生八个呢，是不是？一份薪水哦，我闽南话讲欠东西多了。很节俭啊，哇，那妈妈这么刻苦啊，有时候做一些手工做到半夜，隔天一醒过来又在帮我们准备早餐。他的母亲很辛劳啊。请问大家有听过他们喊一声苦吗？没有。可是现在哦，都穿名牌的哦，哦，吃香的喝辣的哦，然后一天就喊好几次苦。所以真正的苦不是外面的条件哦，是人啊，那心中的情义道义啊，对啊，有情义道义，只要想着该做的，他做了心安啊，他不觉得苦啊。现在是常想自己，计较来计较去，攀比来攀比去，所以叫苦连天。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想起了吃入父母，他高兴了，让父母能吃到好的东西。后来他到楚国当大臣，俸禄很好，钟鸣鼎食，每天吃得很豪华，他吃不下。他说呢，不如啊，我帮百里父母啊，奉养父母那种快乐，现在这个不快乐。一个人的守信用诚信忠，也是从这里来的。对父母的诚信，所以父母命，心不懒，答应父母的事情赶紧去做到。结果我们现在是答应客户的事赶紧去做到，答应父母的事排在最后面。大家看这样是不是诚信？那都是做表面的诚信啊！真正的诚信也是从对父母的态度生出来的。所以大家看呢、啊，留名青史的圣哲人，他有一个原动力，就是对父母的忠心，甚至是对祖宗的忠心。我们看范仲淹先生，他说道：我今天有这么高的福分，这么高的地位，那是我祖宗给我的福报啊。他给他的子孙讲了，我假如把这个福报乱花了，
去想说，我以后怎么对得起，我怎么去见我的主主。我们一提到历史，最有名的是马前先生，就是因为他父亲是死官的，希望他能够继孔子之后500年能够写出千古的文章，期许他在临终前期许他，司马迁先生念念不敢忘啊，这是对父母的忠心啊，以至于他因为李陵将军的事情背叛公心去世了，这个对读书人来讲是莫大的耻辱啊。他一般的读书人看到这样的耻辱一定自杀的，可是为什么司马迁先生不自杀？死很容易啊，可是他忍住羞辱几十年，就是为了不能辜负曾经答应他父亲的承诺。所以我们整个史书啊，都是以司马迁先生的事迹为范本的，而这一本书也从皇帝寄到了汉朝，把很多宝贵的文化智慧传承下来。行啊，礼义廉耻，我们看礼当然对父母的恭敬嘛，父母呼应勿缓呐，出必故反必面，这个长者先幼者后，从这个对父母的恭敬养成了一个礼的态度。义，大家看弟子规里面讲的是事者主事身，那种情谊父母离开了都没有减少啊，这道义也从想到来的。廉，物虽小勿使长，苟使长亲心伤。耻，人羞耻心的源头在哪？我们小时候最怕哪一句话？真没家教啊，我一讲我好像很难受啊，赶紧收敛啊，很丢脸啊。德有上义尽全，一个人羞耻心的源头。人设身处地啊，冬则温，夏则静啊，体恤得很细微啊。爱，亲有过，坚是根啊。和，怡无色，柔无声啊，心平气和去劝呐、啊，劝到什么程度？劝到父母豪气水怕无怨啊，一个人连父母打他骂他他都能心平气和，不跟父母计较，不生一个怨恨，这个人一生的修养才能平啊。他不记恨父母，只记父母的好，只想着怎么做才能真正劝诫父母，其他的他痕迹都不露，这个人有和平的修养。好，所以我们看呢，近代啊，大家也都有很好的理想跟学说思想，可是为什么好像越实践社会越乱？并不是这一些理想不好，只是因为呢目标都在这里，有没有根？没根啊！要达到那种理想的社会目标，一定要从孝道入手。这个时候啊，我们再翻开《孝经》啊，就佩服孔老夫子了。先王有至德
顺天下，平庸和睦，上下无怨呐。一个企业团体肯去做了，他的企业也能像孝敬讲的这样，上下无怨，平庸和睦啊。所以谁最有福气？肯听圣人，肯听老祖宗的教导，去落实在自己的家庭，落实在自己的企业团体，这个人最有福气，因为他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经营他的人生。好，所以我们得要从根本去努力，不能好高骛远呢。而我们看这个时代啊，特别强调民族要团结，他没有孝悌忠信怎么团结？所以有这么好的理念，一定要透过教育才能达到啊，一定要透过德行的教化才能达到啊，不然都是空耗。我们强调民族的大团结，一定要从孝养父母、友爱兄弟、爱自己的家族开始，才能延伸出来一个民族的大团结。礼义廉耻，现代社会特别强调民族、民权，但是假如人没有接受礼义廉耻的教化，选出来的人在国会打架，然后选上了都谋自己的私利，没有道义，没有利益啊，没有廉耻就贪污挖完的。所以现在哦，很多民主国家空有一个民主的制度，贪污的现象根本都快控制不住。要那个制度干什么？所以得抓到德行才是本啊，有德了这个制度才能用得好啊，没有德了都拿着制度在玩弄啊，在磨自己的实力去了。所以大学说，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制度也是末，方法都是末，根在哪？在道德，在修养上。好，所以我们要让这些理念能真正落实，还是要回到五伦八德的修养上来。所以这个我们强调呢，要重视社会福利，民生的主义，其实人要真有仁爱和平的心，你没有那个主义，没有那个制度，人都主动去做。哎，你只有这一个制度了，但人没有发自内心的爱心，还是很难做好的。而其实这个整个十二个德目啊，就是我们整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落实，就在这些德目里面。孝道、悌忠信、修身齐家、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啊，四维俱彰，国乃复兴。四维不彰，国乃灭亡。所以礼义廉耻的德行是什么？一个团体一定要有礼义廉耻才能维系。最后仁爱和平的精神可以让天下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些德目的落实，就是把我们大学里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去实践。所以这个不是遥不可及的，每一个人修养德行都能去做到去。好，
所以我们这些道理通了、啊、再看到这八德啊，这四个德，大家有没有觉得他在放光？我们老祖宗都是把这个学问呢、啊、总结的非常的精要，让我们好去体会。而我们现在看哦，看起来社会问题频出来很多，请教大家，只要这十二个德目都在人的心中了，还有哪个问题不能解决？小题了，哪来的家里冲突？中性了，哪来的跳槽了？哪来的不讲信用呢？是不是商业里不就是中性出了问题？都人都没有安全感了、啊。利益不冲突，互相尊重，义人都有情义恩义啊，哪有现在离婚率这么高的道理呢？啊，廉耻的哪有人在贪污呢？啊，仁爱和平了、啊。所以孝啊是整个德的根本所在，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啊，自己就有信心了、啊、从自己做起啊，进而呢把老祖宗这些好的智慧啊去分享给有缘的啊，就很好啊，人一明理了就有信心。所以这里提到的不独亲其亲，不独知其知，人的这个仁爱和平的心呢发出来了，这样呢就能使老有所重，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啊，特别重视尊重老人，因为老人一生啊奉献给家庭跟社会，假如我们这些晚辈还不好好照顾老人呢，这个叫忘本。一个人的造孽最大的就是忘恩负义。好，摆在眼前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好好照顾父母照顾老人，保证我们的晚年也没人照顾，那是铁定的。主是因，主是果啊，现在的人只顾眼前啊，不顾以后啊。其实啊，老人是我们的大福啊，福田心根。孝敬老人就是恩田，报恩这个人有福。所以老人我们奉养啊，不是老人有福啊，谁有福啊？我们当子孙的人有福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现在都是小家庭了，没有奉养老人。孩子从小怎么学孝道？他就只能是只想自己了，父母也没有把孝道表演给他看。所以诸位学长，社会在变哦，有变好的，也有变不好的。不好的不能跟哦，不能随波逐流。小家庭好不好？好就不会变这样的了。是不是最少最少啊？折中家庭，三代同堂。我们从小都是跟爷爷奶奶一起住啊，才有健康的人格啊，才没有变成小皇帝啊。从小耳濡目染，看父母怎么对待爷爷奶奶，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马来西亚的同胞啊。家族啊，三代同堂的都有。我有时候
看到那个是三代四代的人一起来听弟子规了，哇，那个场面非常的感人温馨。家道好学啊，就在这种过程当中在传递，所以让老人的晚年安心，甚至是无疾而终啊，这个子孙啊要大福。假如您做的事业就是照顾好老人，让他们人生中，那这个人也功德无量，就是他们能够用孩子的心去侍奉这些老人，就真的把这些老人当自己的父母，哇，那这样的忠心啊，感天动地啊，老祖宗都会保佑他们，把这个这样的养老机构办好，是老有所终啊，壮有所用。其实人到中年的时候，能很勤奋的去工作，一来是他对家庭有责任心，他会念念不忘，下是造家之福啊，上是报国之恩，所以他对家庭他有责任，他就会去发挥自己，去付出，去赚取，赚钱来照顾父母，养活家庭。而他对于社会国家也有使命，所以他在各行各业都会认真负责。而我们现在啊，有时候呢，都是心态出问题。社会国家是互助之体啊，每一个行业都在服务大众，都应该啊让我赢得我们的感谢跟尊重。可是现在好像忽略了每一个行业的本质是服务，都是用钱来衡量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这个人啊，心就扭曲了，有了钱了不尊重人，有了钱了忘了自己这个行业的本质是什么。比方我们教书的，这个行业的本质是什么？助于英才，传道授业。结果现在当老师的人在迷信水，该教的到补习班再教，他有私心了，这个本事没了。医生是救人的命啊，是他的天职啊。假如他是为了赚多一点钱呢，那这个天职他就受不了。所以这个壮有所用，真正用的能够利益家庭社会，是他的责任心，是他服务大众的初心。这个都要透过家庭的教育跟学校的教育，还有社会正确的风气来带动，壮有所用。所以现在的人赚钱，在哪一个行业啊，很多都不快乐，因为他每天只在用钱跟人家攀比，他没真正去感觉到那种服务人的价值和快乐。助人为快乐之本啊，我们教书的人，一个孩子因为我们给他正确的引导，改变了他的思想跟他的人生，请问大家多少钱买得到？他是没有办法买的。把一个人从鬼门关救回来，那个是钱能够买的。我们不能被金钱给物化了，把我们的灵性都给遮住了。壮有所用，
又有所长，能够让孩子身体健康成长，心灵建立很好的人格，这个都跟这个幼稚很有关系。童蒙养正，少成若天性，所以这个要幼有所长，首先他的家庭功能要发挥，父母啊要教育好这个孩子才能做得到。所以三字经提醒我们，养不教父母之过，这个就点出来我们的父母的天职，要把孩子教，教不严师之惰，这个老师也有责任。而且呢，不止啊，照顾了啊老人、壮年的人、幼年的人啊，都考虑啊去照顾好他们。而且呢，尤其对于鳏寡孤独非疾者，皆由所养。这个鳏是指老年丧子啊，没有丧啊，丧妻啊，没有妻子。寡呢是老年丧丈夫，孤是老了没孩子，孤是幼小就丧了父母，孤儿嘛。独呢是老了没有孩子抚养。肺疾者，这个肺啊，是指先天肢体或者他的这些内脏功能。这六种人都很可怜，而主政的人都特别照顾这些人，就把老百姓的爱心啊给带动起来了。今天假如连这么可怜的人我们都提不起爱心，那这个社会慢慢的就麻木不仁了。当然就像懂得教育的父母，引导孩子看到这些可怜的人都要帮助啊，带他们啊到养老院、到孤儿院去关怀这些可怜的人呢，张扬孩子的仁爱之心啊。所以这六种人可怜呢，皆有所养。确确实实，我们古圣先王都特别照顾这些可怜。男有分，女有贵，男子有他的天职本分要尽，对父母的恩义，对另一半的情义，对孩子的道义。而这男有分女有贵啊，在古代的社会啊，比较强调男主外，而这个内外啊，并没有高下之分，是夫妻一体承担起一个家庭的生活跟整个家道的延续，家道的承传。因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两个工作呢，是经济跟教育好孩子，维系好这个家庭生活，这两个重要的职责。那大家觉得赚钱重要还是照顾好先生儿子、教育好下一代重要？
重要的工作人都给重要的人做。为什么？母亲怀胎十月啊，那跟孩子那种感觉哦，我相信是比爸爸还强，是吧？男人又没有怀过十个月的感觉，什么叫一体啊？我相信女子是最有感受，而且这种天性啊，女子一生会牵挂自己的孩子，她是从自己出来的，孩子不好了，她一辈子都不会真正的快乐。所以啊，女子一生要真正幸福，那一定呢，她要把孩子带好，她才能真正快乐。而我们现在好像女子啊都出来工作比较多了，这是一个社会啊所呈现的现象。但是呢，有几个角度啊值得我们思考。女子出来工作呢，第一个就是多赚点钱。但是请教大家，女子出来赚的真的多赚了钱了吗？以前三十年前，爸爸一个人赚哦，妈妈在家里相夫教子，还能买个房子，因为他勤俭哦。现在两个夫妻赚哦，不知道勤俭哦，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连房屋都是三十年贷款哦，有没有？对哦，所以告诉大家，钱不是多赚就有，钱是神，勤俭持家才能留得下来哦。不然你看现在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眼睛要是雷朋的，是不是？然后衣服都是名牌的，连鞋子都是 Nike 的，手表都是 Omega 的。你看，那都这样子去花钱了，哪赚花得空啊？现在的孩子都不节制了，一只手机半年就要换一只，你再怎么会赚，也不够他花了。哎，这个是从勤俭的角度，大家要冷静啊，不要随波逐流，好像啊，人家要这样的，我也要这样，冷静去看。再来哦，孩子有父母照顾，尤其母亲好好照顾，他养成读书习惯了，请问省多少补习费？省多少精神去催读书啦，读书啦，这个是钱买不到的哦。再来哦，健康哦，孩子现在都吃外面哦，现在普遍得到慢性病癌症的年龄越来越低，现在拿18岁中风就死了，为什么？祸从口出，病从口，都没有在家里吃，在外面吃的都很多脏，身体健康。请问孩子跟先生以后的医药费要多花多少？哦，大家现在把算盘拿到桌上，要回答哦。孩子身体不好，他读书差人家差多少？他以后做事业就输了多少？再来哦，身体不好，他以后家庭都会出状况，他怎么去扛一个家庭的责任？所以你看，光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啊，那就不是用钱可以衡量。再来，德行，你把他德行根基扎好了，你以后不用操你孩子的心。他德行不好了，以后出去创业不知道要多花你多少钱哦。然后夫妻吵架，你还要回来把他排解哦，是不？养了孩子哦，还不负责任，还丢给你了，妈交给你了。你看你要花多少，操多少心。
我们现在人哦，考虑事情很有意思，只考虑眼前，都感受不到以后怎么样，管他以后怎么样。现在能握在手上的，忙你最实在。哦，当然了，这一段话讲完，你们回去哦，也不要太激动。给你先生说，我不干了，我就相夫教子了。李先生下个礼拜就跑来啊，那个蔡某某在哪里？啊，这个听完课，我太太马上就辞掉工作了，我要跟他拼了啊！大家好的理念啊，也不要操之过急，是吧？循序渐进，要使你的整个家庭客观状况才好，而且更重要的，要让孩子真正感觉你是爱他。是用心在培育他的，哪怕你现在都有工作，只要你每天都可以给孩子这个感觉，孩子还是健康的。所以最起码男人在忙，每天也要讲德育故事20分钟给孩子听，是吧？那孩子都有信心，我爸爸很爱我，每天都讲德育故事给我听，他还去讲给别人听，他还做法供。从小就长聪明之后，看我们的用心怎么样。所以这个男有分，女有归啊，把这个家庭建立好，大家好好去思维啊，夫妻到底怎么配合，才能让家庭幸福啊，才能养育好下一代，想清楚了，我们才能经营得好。祸不起，起于地，不必藏于己。人没有私心的，任何的祸物，只要有人需要，赶紧去帮助。我们从这个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的力量。当下不分彼此，大量的货物啊，统统运到灾区去。身边有需要的人都赶紧去帮助他。利勿起，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我们有经验，我们有力量可以去协助别人，我们就尽心尽力，不必是为了自己，没有私心。所以弟子规才说，己有能，勿自私，这样的修行。是故谋弊而不行，大家都是无私的想，在互相帮助、互相关心的，人就不用寂寞了。这个寂寞都是在谋私的时候才有，所以都没有尔虞我诈。所以谋弊而不行，盗贼乱贼而不足，真的都是私有的财。自己有钱到几十亿了，这个时候盗贼才会去抢啊！他假如有钱了，都去服务社会了，人家就不会起这个歹念了。乱贼啊，是因为你坐的那个位置啊，作威作福啊，这么有权力啊，谋了这么多私利，所以才会有乱贼要去抢一个王位啊、官位。但是假如大家都是为了富人民了，那就没有乱臣去抢了。这些大臣都是应的让人尊重佩服的。好，所以故外户而不避。这个以前的建筑物啊，外面还有一个围墙大门啊，这个就不用管了。人没有私心了，就去倒了。所以这种社会状况的思维大众。好，那这个李云大同编呢，简略的呢跟大家谈到这里。那我们自己怎么用这种李云大同的精神来落实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企业团体
下一节课再跟大家来